第四位啦，哦，好奇，严重意外喎，呢个应该要红旗啦，我相信，一定红旗啊，因为地下又红旗，地下有好多碎片同埋好危险，哇架车，哇非常，哇哎呀，冇办法，哎呀。 嗰個見到咧，就係頭先咧飛埋去嗰部嘅林木堅尼就八號嘅邵玉龍嗰部車嚟噶，未都係澤威泰隊友嚟噶。係啊，其實而家地下好多碎片喺度嘅，其實非常危險啊！嗱，車手係應該係安全帽讓行翻出嚟噶，成截冇咗你。哇！成架車你睇下個車頭，成個車頭冇咗邊啊！我哋可以睇翻呢一個猛鏡從究竟係點樣出現噶啦。 又系科之T喎，咁啊首先就入咗封翻嘅时候就甩尾，咁啊撞咗埋栏，咁另外一部保时捷就未见到啊。哦，哇，部保时捷完全系失控撞埋去喎。系两件事嚟噶，其实。系咯，两件事嚟噶。同埋佢撞埋去嘅时候，好似已经系有超前啦。系啊，撞咗，七十二号。七十二号。A G 腰啊，阿阿由兆贤啊，嗰部保时捷，另外一部保时捷咧系完全失控撞埋去，另外一部保时捷都撞埋去。哇！哇！呢一下先至。 即系有三部车咧，就系四部车啊，涉及今次嘅呢个意外事件啊。咁啊，红旗咧就肯定。讲到第四位咧，哎呀，红旗严重意外喎，呢个应该要红旗啦，我相信。一定红旗啊，因为地下有红旗，地下有好多碎片同埋好危险。哇，架车，哇，非常。哇，哎呀，冇办法。哎呀，咁啊，见到咧就系头先咧飞埋去嗰部嘅林木坚尼就系八号嘅邵玉龙嗰部车嚟噶，亦都系泽威泰队友嚟噶。 系啊，其实而家地下好多碎片喺度嘅，其实非常危险啊！嗱，车手系应该系安全帽让行翻出嚟噶，成截冇咗你。哇！成架车你睇下个车头，成个车头冇咗边啊！因为我哋可以睇翻呢一个猛镜从究竟系点样出现噶啦。又系科之T喎，咁啊首先就入东风翻嘅时候就甩尾，咁啊撞咗埋栏，咁另外一部保时捷就未见到啊。 哇！部保时捷完全系失控撞埋去，系两件事嚟噶，其实系咯，两件事嚟噶。同埋佢撞埋去嘅时候，好似已经系之前碰撞咗噶啦，已经撞咗七十二号。七十二号，A G 腰啊，阿尤兆贤啊，嗰部保时捷，另外一部保时捷咧系完全失控撞埋去，另外一部保时捷都撞埋去。哇！哇！呢一下先至。 即系有三部车咧，就系四部车啊，涉及今次嘅呢个意外事件啊。咁啊，红旗咧就肯定。